科目水域战境，对，进步为蛙鞋基础训练。那这个训练的目的主要是训练你学者的腿力以及前进的技巧。好，预备好，出发了哦。那个蛙鞋我会没办法站直，然后很重，对，好像脚绑铅球一样，所以感觉被拖下水的感觉。干嘛？你也干嘛？受伤啊！照刚才副队长所讲的，那等一下你们每一站下去的时候，
所有人就先下去休息，来，小旭最后下去，小旭。这个训练对蛙人弟兄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基础中的基础，然后最重要是让你不怕输。他们真的是很不错的训练，一个做不好就会全部人一起。然后当他其实当教官提问说你们要放弃凯莉吗？要放弃了现在就走，其实我蛮想哭。我说我每次来这里都想哭。在游泳的时候，我进去有点落后大家，后面就是想要很尽力跟上大家。我不想因为我是女生，然后让大家等我。但刚刚有一刻是因为泼水的时候，我觉得快没办法呼吸，我用水抵挡，但是大家因为我，然后又多做了好几套，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希望以后不会再这样了，我会加油的。才第一次来就被震撼教上，我们不会放弃。可是他是不是被想哭？我们不会放弃，一起加油！对不起，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会一起加油。谢谢，很对不起大家。尽力了。除了适应水性之外，这门训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课题，锻炼蛙兵们的团队意识。神出鬼没、敌人丧胆的海龙蛙兵们之所以能够屡次以势如破竹之姿执行海疆巡弋、水温侦察、海上借护及救难的艰困任务，全是仰赖平时精准扎实的训练以及健全的团队意识与默契，才得以共同完成每一次的难关。不具备团队意识的学员就没有成为海龙蛙兵的资格。好，待会我们会以顶顶的方顶顶群群的方式过去拿海面。教官，我可以请问一下这艘艇多重吗？空艇重133公斤，如果再加抽机全重200，了解吗？了解。来，我待会会以这艇方式做示范。好，底备，好，底备，好的，好的，一二三，首先先上肩，一二三，再上头顶，来放下，放下，放下，一二三，好，你放下一样，先上肩，然后再换手提，一二三，一二三，好，待会我下头顶预备的时候一样，预备的时候一样做这个动作，头顶预备。好，你们，好的，好的，一二三，一二三，上头顶，来，你的头一定要顶在这个浮筒的中心，真的要敢打直，要敢打直，你的脊椎要打直，不然你会受伤。好，好，请报正，一二，顶不到你压到手啊。右手，脖子打直，脖子打直，腰杆打直，一二，海龙打顺，谢谢谢谢，打出来，谢谢海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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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艇真的很累，还有100多公斤，就分配在我们7个人身上。然后刚刚教官又是说，腰打直，脖子不要歪。只要滑过去的时候，我滑不过去，因为我一滑过去的时候，我动一步都动不了。太重了，就是因为光我们身上现在已经背了8公斤，然后配上。其实我们光举手就已经会酸了。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南海面，待会要上的科目一样是水月战机。我们第一个进度是武装求度，所有人把你的装备捆绑成跟区队长的一样动作。S 腰带拿出来。动作时间30秒，前后互相检查。面镜把它挂在你的脖子上。武装求度是一个比较有战术的课程。队形两两一组，所有人都是上手动作。上上。
武装球度作为国军传统的训练内容，旨在训练战士们能够背负作战装具，克服各种水域障碍，并在球度过程中维持良好状态，以利随时投入战斗之中。在水里的每一秒都像打仗，稍一不慎便可能导致自己甚至同袍在任务过程中陷入危机。这堂课艺人们得先学好如何控制他们的恐惧。开始下降，指挥室下降，通过准备好，要看右下方，看好你的着陆点啊。我现在越看越害怕。走。